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是吧？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在这时刻，主啊，你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是吧？求你的圣灵在这会场运行，是吧？求你除掉我们的重担和疾病，是吧？奉主耶稣的名，你的宝血遮盖每一个患感冒的弟兄姊妹，是吧？完全的除掉，也除掉我们心里的惧怕，也求你来安慰那些在主啊在苦难中的人。我们把高山姐妹仰望你，她的母亲主啊被你接走了，主啊求你安慰她心里的主啊苦痛，主啊让她从这个悲痛中走出来，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求你来保守我们要离开教会要去读神学和回国的弟兄姊妹和同学们，主啊与他们同在，无论走到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你的力量，带着你的应许，也带着你的引导。我们赞美你，主啊，把教会仰望你。求你使用丰州华夏基督教会，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传扬福音，像明光照耀，在这末世像金灯台一样，能够照亮在黑暗中寻找的人。主啊，也求你来保守弟兄姊妹的工作，让我们在工作中，主啊，有属天的能力和智慧，主啊，来荣耀耶稣基督的名字，也保守我们的家庭和儿女，在暑假的期间，也保守那些回到中国去的弟兄姊妹，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不要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带领他们平安地回到我们中间，在中国能够传扬福音。主啊，纪念弟兄姊妹在国内的亲人，那些软弱的身体，主啊，求你来医治。哈利路亚，把荣耀送在归给你，主啊，纪念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这样一个敬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也是这个感冒了，病了一个多星期，那么有的人说我是猪流感，这个不过不要害怕啊，这个我们在美国好像都不太怕，不过在亚洲很怕。我刚从香港、澳门还有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回来，那个机场是挺吓人的，人人都戴口罩的，不过也很好，我在那戴口罩觉得很自由，谁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所以感谢主。那上个礼拜去了加州布道，我礼拜四就病倒了，那么礼拜五在加州，礼拜六、礼拜天有三天的布道，没有声音的，我说话今天声音很好，我觉得今天声音不错了，那几天没有声音，但是很感谢主。我记得第一天晚上讲完了我就很沮丧，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的声音我自己都听不到，但是感谢主，当我呼召的时候发现五六十人走到台前来信耶稣，真的是很奇妙。所以上帝有的时候是用我们的摆上和单纯，其实一个人信主都因为圣灵的感动，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讲得清楚，是因为圣灵感动了他，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他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结果我们的布道会越布道人越多啊，礼拜六比礼拜五还要多，礼拜天比礼拜六还要多。按道理一般的北加州是高科技的地区，礼拜天做完礼拜了，弟兄姊妹该回家了，休息了。那么在礼拜天晚上一般聚会没有人参加，可是我们的一个聚会礼拜天的晚上超过了礼拜五、礼拜六。所以很多人信主，也很多人奉献给主，也把荣耀归给主啊！赞美耶稣。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在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在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七节，我们有七节的经文，今天牧师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来看，我来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添了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说让我们今天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说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初代教会，说他们在选举领袖的时候，说是在圣灵的引导下，让这些领袖能够带领教会建造你荣耀的肢体。哈利路亚，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教会为了适应发展，他们要选举他们的领袖。所以一个教会要适应发展，必须有健全的管理方法啊，这样能够利于我们广泛的传扬福音。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所说的，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人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我们这里的身体指什么？指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弟兄姊妹，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从目前看到说，这个全世界发展比较快的教会都是管理很好的教会，他们都非常的会管理。当中国家庭教会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过去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离开家庭，那么他们的家庭比如说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那么政府现在还允许，但是你超过四五十个人，在中国大陆的家庭里边，我们大陆一般都是 apartment， 对不对？都是住在公寓里边，基本上坐不下的，所以他们要离开家庭，进入到外边租了什么这个写字楼啊，或者租一些公共的场地来聚会的时候，突然教会增大，变成一百人，就需要管理了，就要管理，不像在家庭比较简单，那么就可以管理。其实这个管理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教会的管理不一定能够认同。中国的教会，尤其中国大陆的教会，过去受尼托生的影响，对管理教会的管理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管理是不属灵的，教会应该是追求属灵的事情，而管理应该是世界的东西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完全错误的。管理是教会需要管理的，是因为神在教会里有他的旨意，教会需要管家。那我们教会有长老执事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同工，那形成了一套的管理制度。那么管理的职能也是从圣经中来的圣经中来。管理包括目标计划，我们做事情有目标，我们说我们有意向，有 vision， 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有关于目标的实现，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组织方法、人事指挥这些管理无处不在的。只要有两个人以上，你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需要管理，大到一个教会，小到一个家庭都需要管理，家庭也需要管理。所以这个管理看你放在什么人的手中，如果你放在属灵的人手中，这就是属灵的事情属灵。在中国大陆因为这种反管理的方式，所以教会面对着飞速发展的时候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中国的官方教会，我们说叫三字教会，他们的管理方法基本都是领导式的领导式的。那么由统战部、宗教局，然后到三字教会，然后再在教会的那些牧者，那些牧者们当他们有管理的权利，他们因为他们不仅是代表教会，他们也代表政府来管理这个教会这个管理不符合圣经。那么在家庭教会里边，有一些管理也不见得正确。那家庭教会的管理大多数都是这种家族式的，因为一个村子信主了，很多都是家族式的，这个家族都是亲近，所以他们就用家族式的管理。也有一种魅力式的，个人领袖很有魅力，所以这种各种魅力式的管理。还有一种叫苦大仇深的管理方式，谁坐牢时间长谁出来谁就管理，那么因为谁坐牢时间长谁说话声音比较大这个但是这些都不符合教会的管理方式。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教会是怎么管理的，最起初上帝在设立教会的时候就设立了管理的制度。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在会幕期间就有管理，那个时候摩西就是教会的领袖和带领者。摩西一天处理很多很多的 case， 但是摩西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他的岳父叫叶特罗，对不对？岳父很聪明，就是你干嘛这么累呢？你应该选举一些人来帮助你来管理，所以就你应该选举百夫长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对不对？这样一层一层来帮你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在那时候看到教会就已经有了管理。其实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起初神造人就赋予了人管理的使命。神让我们管理什么？空中的鸟、海里的鱼、
地上的一切的走兽。这个最起初人的使命就是管理啊，管理。新约圣经中也提到了教会的管理和治理的恩赐，我们在很多的经文中看到啊，关于选举的。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众所周知的啊，是一桩关于拣选了七个执事的教会的历史。最早当教会发展耶路撒冷教会，我们知道当圣灵降临下来，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彼得就站在台上开始讲道。彼得讲了第一篇道，耶稣就是基督。当彼得讲了一篇道结束的时候，有三千个犹太人决志信主归向耶稣基督，这个教会就成立了。那个时候教会大概有3120个人，因为在马可楼祷告是120个人，对不对？那么结果又3000个人来决志，就3000多人。后来彼得和约翰被抓的时候，他们又在圣殿里讲道，那天又有4000多人信主。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超过了万人，超过万人。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当然需要管理，而且在那个时候的教会的管理比今天还要需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凡物公用了。凡物一公用的时候，那个管理就需要更大量的管理。那十一个使徒啊，犹大叛变了，那么这十一个使徒后来选了马提亚补充了犹大的位置，还是变成12个使徒。这12个使徒他们变得慢慢的就被事物缠身了。所以彼得就讲了，彼得说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这个这是不合适的，不合宜的。彼得就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了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什么叫不合宜？就不对的啊，不应该这样做的。那么因为那个时候那么多的信徒需要牧养，需要用神的话来喂养，需要彼得他们这些使徒们用神的道来喂养他们，他们又要讲道啊，他们要牧养，他们在管理饭食。彼得觉得这个使徒们觉得这样做不行的，他们吃不消。所以呢他们就向他们提出来说所以弟兄们，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啊。但是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大家都觉得好。我们从这个看到说，初代教会的领袖的产生是因为教会发展的需要。首先我们知道教会发展需要，教会发展需要就有一些领袖被产生出来。那么我们这里边冠他们叫执事，7个执事。为什么选择7个啊？7个因为在犹太人中，他们7是一种完整的数字，他们做什么事都要7比较好。很感谢主，我们家我爸爸妈妈7个儿女，他要生4个就没我了，就少一个牧师，所以感谢主，他生7个，所以我们家出了个牧师，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很奇妙。所以7个，那么这7个执事当时的责任，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管理饭食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从整个圣经中看，这个7个执事他们的已经不完全是管理饭食的了，他们是教会的领袖，而且是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所以这里边叫执事，英文叫 deacon。 这个执事在希腊文中叫 deaconess， 它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职位的记录啊，职位的记录。那个时候当他们这些执事被选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5章9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他们虽然没用执事，但他已经用了这个词，这个词叫用人或者仆人或者仆人。那么以后在新约圣经中一直被沿用。这7位执事在当时的狭义的指示是管理饭食的，其实是管理事务的就是教会的行政事务。那个时候饭食是行政事务最大的一件事，因为那时候我们从《使徒行传》2章看到，他们天天同心合一，在殿里的家中祈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什么用饭，这很重要这句话，因为他们天天在一起吃饭的，不像我们一个礼拜就中午吃这一次，他们是天天在一起。那时候就已经是大公教会当时的原则，就大家都是凡物公用了，按需分配了，按需分配了。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可能就是读了这段经文受到启发的，但是马克思做的不对，他忽略了人的罪，
因为我们这批人可以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共产主义他们忽略人的罪。据说我小的时候听我爸说，我们县城啊，那个百货商店也搞了一天共产主义的模式，就是大家拿东西，然后自己主动到门口去交钱，结果没有人交钱，都跑了，前门、后门、偏门、窗户全跑光了，才发现这个共产主义在中国实行不了，因为人是有罪的，忽略了人的原罪，忽略人的原罪。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我们首先看领袖的产生。我刚才谈到领袖的产生，首先是因为教会的发展的需要，教会发展需要。那么我们注意这个过程，在选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们做了四件事情。什么件事情啊？使徒们讲，第一个，从你们中间，这个执事不能从外人里边选，新入教的，圣经说也不能做执事，对不对？刚刚信主的不能做，在你们中间，第一点是在神的儿女中间。那么第二点，有好名声，被大家喜欢的，有好名声的，大家想到人，想到一种榜样的作用，是好名声。第三点是被圣灵充满，那这些人是完全被圣灵充满，是被神得着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恩赐和能力去治理教会，是按照圣灵的能力来治理教会的。那么第四点，智慧充足，也得有智慧，因为要处理饭食啊不容易，要处理那些寡妇的饭食更难。什么叫寡妇？那些人都是讲希腊话的，我们读这个和合本都叫希利尼，希利尼就是希腊的意思。讲希腊话的人，他们是从外国回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受了西方的教育，受了希腊化的教育，不是本土的，所以当他们去世了以后，他们就留了一大堆寡妇。那个时候好像从这个看，好像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他都没说剩一篇官夫让人家管理官夫的饭食，没有。所以弟兄们要注意你的身体啊，这个不要常常生气，要常常喜乐，有一天可以跟你太太活得一样长啊。所以你看到那初代教会剩一大堆寡妇，这些寡妇们没有饭食吃，因为那个时候吃饭的时候有人忽略了这批人的需要。为什么？因为在犹太社会里边，在旧约的犹太社区里边，寡妇是由社区服务的，他们不需要退休金的，他们当他们丈夫去世了，他们这个社区，犹太人的社区必须负责每个寡妇的衣食住行，必须负责的。可是教会当他们一起，他们离开了犹太社区，他们变成一个独立的基督教的社区，他们忽略了这些寡妇的存在，所以在这时候寡妇的问题出现了，那么才设立了七个执事来管理他们。首先我们看到说，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成为教会的领袖，他必须首先是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在我们中间能够承担这样责任的基督徒。有好名声，这个名声就是见证，名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见证。这个人有美好的见证，他做任何的事情，他所跟人相处，他在教会里边的品行是有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啊，提摩太做了新约的执事，保罗提醒他学生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信心、爱心、诚实上做众人的榜样，做众人的榜样。保罗的意思是说，不是不要提摩太去教导别人，是要的，是不要你小看你自己。当你成了这个执事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何等尊贵的神所要使用的一个器皿，这样一个职分啊，这个执事是指单单的，今天我们讲教会的执事，教会有长老有执事。那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也谈到这个执事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不仅仅是执事的问题，所以现在翻译的时候，有的时候翻译广泛的翻译会把那个执事翻译成那个 deacon， 翻译成这个职业的执事，不是执着的执，这个执着执是狭义的，单单指执事。等教会不管你做牧师、长老、小组长、团体主席，这个都是执事，教会的执事，敬拜赞美。我们所以你现在你要读中文翻译出的英文的书，读到这个执事，你就知道那叫侍奉，教会的侍奉，各个层面的侍奉的意思，所以有好名声就是有美好的见证。那么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说，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能力，他们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
他们的一切的心思意念在基督的管理之下的，他们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一个人信了主了，我们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靠自己的意思，乃是靠神的意思。所以我不管我们在建造教会，在建造小组，还是我们家庭，我们投资，买房子，投资股票，甚至找工作，我们都要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旨意。神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去做。神不引导我们，世界再好的事情不要去做。今天我前几天到北加州讲到为什么人越来越多，因为我讲到金融海啸的问题。我主要讲金融海啸，我们如何面对金融海啸，金融海啸中的危机和转机，金融海啸中的沮丧和喜乐，金融海啸的失败和成功。当然这个题目很吸引人，大家都来听，很奇妙，很多人信主。而且第二天有一个信主的姐妹，她的先生就是在金融海啸中被雷奥夫以后拿枪打死了三个老板的那个，大家记得他的名字吗？叫吴金华，对不对？北加州的被雷奥夫了以后，他拿着枪把三个老板，两个印度人一个美国人，他全给枪毙了。他现在在监狱里边面对着一级谋杀罪的起诉。所以他太太那天来到，听到这个信息，哭着走到台前信耶稣了。你信耶稣以后，他的同工就跟我说，这个人是一个特别的人，他的先生坐牢了，杀了几个人，三个孩子不知道怎么面对同学的，他自己呢也被雷奥夫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投资，他们不懂得生命应该重点在哪里。所以才当他们听到了主的话，才知道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把金钱当作主，不能把金钱当，一定要把上帝当作，你的生命才处于一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状态，否则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就会失败。所以被圣灵管制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一个人信了主了，我们的思想给了主了，我们的身体不给主，我们还不被圣灵管制，所以这个不能做执事。做执事必须被圣灵管制的人，他的一切包括家庭、事业、工作、生活，他的情绪都要被圣灵来触摸过，被碰撞过，他们也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这个恩手里边。这个是初代教会的执事的要求。那么还有智慧充足，那最后一个条件是有充足的智慧。这个智慧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有智慧的。我们有很多的人呢，在处理人事关系上有智慧，那这个很好。这个智慧其实是从圣灵而来的。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非常坚持自己的主见，我们也可以倾听别人的意见。那么我们可以从弟兄姊妹的意见中，我们找到一些相处的方法。所以当我们有，我们会灵活处理问题。那么一个教会的领袖要灵活的处理问题，有智慧也有知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初代教会的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样组成的。我们感谢主。所以那么做执事的保罗在哥林多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么也有具体的规定。我们今天不仅是讲执事的事情，我们主要讲领袖，讲领袖。那么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看提摩太前书，我们看到他对执事的要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怎么要求他的执事呢？他说做执事的第八节从第八节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做执事的也要如此，因为他前面说了做监督的资格，监督就是长老，也是牧师，所以监督的资格他讲完了以后，他说做执事的资格跟监督的资格基本是一样的，要求，他说也是如此。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第九节，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理的奥秘。第十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然后女人能不能做执事呢？姐妹们，有，他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不能有二奶的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到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边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们看到这个做执事的要求啊，这七位做执事的管理饭食的，但是他们首先是被圣灵充满的，大有信心的，有充足智慧的人。那么但是保罗在这里又接上了，做执事的也要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理的奥秘，而且还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包括女执事啊。他这里首先强调第一，个人的品德行为，品德就是端庄，不说闲话，一口两舌就说闲话嘛，当面说的和背后说的不一样啊，或者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啊，这叫自由主义啊。所以这个个人的品行成为了一个执事被拣选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其次呢，家庭的见证，你看他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然后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在这个长老里边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对不对？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节，一个长老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儿女也要端庄顺服，儿女不端庄顺服都没有资格做长老的啊。我们今天大陆的弟兄姊妹管理儿女上，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中管理儿女，儿女要从小就教育，不教育娇宠的，有一天你会真的，你会刺痛你，太多的难处，太多的难处了。我们今天很多的姐弟兄姊妹在儿女的身上遇到的难处是超过了一切的难处，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人际关系，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太惯他们啊，不按照圣经原则教导他们，见到他们做了错事不敢说，不敢管，这个不可以。所以说教会领袖的，你的儿女在教会里也要有见证，也要见证，没有见证的话，有一天他会成为你的问题啊，有问题。所以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从小要好好管理我们的孩子啊，我们不能放任他们，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一天大了你想管你也管不了，打也打不动了，你知道吗？说也说不听了，然后人家会开车了，长膀了，飞了，你知道吗？想走一踩油门哗走了啊，半夜不给你回来，天亮五六点钟你站着得流眼泪，他还不回来。我告诉你，回来你问他去哪儿去，不知道，不告诉你，管得着吗？对不对？真的是如此啊。今天我们这个到高科技时代，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常常的为什么要鼓励孩子们带到教会来啊，来到我们的孩子来聚会，让他们跟着孩子能接触啊，然后在孩子里面就有榜样的力量，在孩子里总有一批很爱主的孩子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我为什么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来教会聚会也是如此，我们在聚会里总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比我们有喜乐，比我们遇到的困难还多，但是比我们还有喜乐，还有平安，总是有榜样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基督的爱里边来建造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北加州有一个母亲，大概一年儿子都不跟他讲一句话啊。有一天他跟儿子说，妈妈我想妈妈跟他儿子说，儿子我想跟你说话。儿子说，你想跟我说话很简单，你上网吧，我现在都不会说话了，我只会上网。这妈妈赶紧回到自己房间，砰，一个 email 过去了，人家现在都叫 QQ 不要 email， 你知道吗？聊天，网上聊天。他轮不到他母亲的，他母亲一个一等啊等啊等啊等，等到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还是 email 没回来，这个妈妈眼泪就掉下来。这孩子这样你觉得正常吗？不正常，当然不正常。可是我们父母有没有责任？我们当然有责任。所以父母要跟儿女成为朋友，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朋友。你要有一天你的儿女什么都跟你谈，他把学校里的什么事情都愿意跟你说，哎，你这母亲和父亲做得蛮成功的。如果他什么都不跟你说，那你就麻烦了。所以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要把他交给主，你在主的里边他是你的同工啊，他是你的同工。可以，我们比如说家庭开销组，我很感谢主，我们到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面去，看着这个母亲和父亲在服侍弟兄姊妹时，这儿女一样跟着做，我们感动。那昨天我们去了那个湖边去开会，去了建学的家里边，那突然下大雨了，在我们在船上，这雨下来了，我们就赶紧往那个雨那个棚子里边躲，那上面不有那个遮盖的那个伞吗？我们往那里躲，因为他的女儿戴着草帽立刻出去把位置让给我们，
说我出去我戴着草帽，我们很感动，这个孩子真的是懂礼貌，啊，而且我们当时我们他们拿很多吃的拿到那个 park 去，我们想帮他拿，这些人不要，他的儿子和女儿一人拿一大包端着，不让我们这人动。我觉得这个教育好，这个懂得教育，这孩子而且很敬虔也很爱主，这孩子而且很喜乐，很平安，跟父母的关系也很好，父母要管教。所以你看我们做执事做长老的，如果儿女管教不好，我们自己在教会里边讲话我们气儿都不足，你知道吗？真的是如此啊。我们讲什么呢？自己儿女都管理不好，我们还管理教会。圣经说的，你不能管好你自己的家就不能管教会，焉能管好教会，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所以对我们有要求。那么家庭的见证，第三点，信仰的纯正。这个执事和长老他们有分辨异端的能力，他们有保护羊群的能力，保护羊群的能力，所以他们对主是忠心的，忠心的，所以他们善于做执事，自己也到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很重要啊。所以长老和执事，我们对神的话、对圣经啊要熟，要熟，对神在教会中的旨意要明白，对我们教会的意向要坚守。坚守，对于异端要抵制，有的弟兄姊妹刚信主的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做长老执事的要教导他们，教导他们。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方式是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七个执事，彼得这十一个使徒他们在执事中说在你们中间选举，选举，所以那是第一次的教会的民主选举，让大家投票的，投票的。我们这个我们教会，我们前年在选长老执事的时候，也是把选票发给了每一个 member， 我们只要是会友我们就有权利选举，如果你不是会友，当然你没有权利选举，你也没有被选举的权利，你一定成为会员，我们教会是有会员制的，这个就是教会的一个管理方式了。所以我们选举的不错，我发现我们长老执事的选票都是相当高，都98%、99%，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对他们的信任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服事主的时候，我们想到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信任呢，他们给我们这么高的选票，每一个人的票出来都是信任了我们，所以我们做长老执事的应该对自己提更高的要求，不仅管理饭食，我们要圣灵充满，我们有能力坚守真道，我们就坚守真道。我们看到第二点，教会领袖的特质。首先，我们看到这些领袖需要意向的。我最近读一本书，我也发给了你们小组长，叫教会需要勇者，读过这本书没有？我们都读了哈，我们很多小组长可能放在书架上没读，回去还要读一读。这个是芝加哥 Will Quick Community Church 那个主任牧师 Bill Hybels 写的，他是在管理上相当有恩赐的一位牧师，他的教会很大，教会有15000人。我当年在芝加哥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去过他的教会，他的教会正好是圣诞节演圣诞剧，大教堂把骆驼都拉进教堂里面去，那真骆驼啊，那我还第一次看真骆驼，还上去摸一摸，那很大的大骆驼，上去那个从门口走进去来表演，那个教会非常的会管理，教会很小的一帮年轻人，他们靠什么起来的？靠卖西红柿，他们把那个西红柿从农村拿到城市里卖，然后拿这个钱，他们就建立他们团契，然后就变成他们的今天的教会，教会很被神使用。他提出几点，说领袖首先必须有 vision， 这个一个有 vision 的人是有潜力的人，有潜力的人啊，这是他第一个潜质。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有了 vision， 我们有人需要发现我们的潜力，需要别人发现我们，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个领袖，他都有领袖。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教导，一代一代的教导。保罗教导了提摩太，那提摩太教导了底下的同工。所以一代人成长起来，那么都是每一个人都有领袖的，好像叫中国人说有师傅的，有师傅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如果没有领袖来发展你的潜力，上帝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用你的。我记得我信主了，来到美国很长的一时段，没人发现我，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不行，后来我去读神学的时候，越读越灰心，那么连我的老师都说我不行。说我这个人不能牧会，也不能传福音，没有这个恩赐，也没这个能力。那么后来有一个人叫赵天恩 Jonathan 赵，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这是我的老师。
不过他现在已经在主那里了，Jonathan， 这个 Jonathan 赵是 Westminster 的 PhD， 他读的是美国的一个这个，他有两个博士。可是我们这个牧师，我见到他第一面是因为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我们在这个达拉斯的铜鼓福音营，我们在郊区福音营有一次特会，那是1996年，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这个那时候我们房间刚开始住三个人，有我，有阮志明，有他。那么这个结果晚上他打呼噜，他非常响，他老去中国宣教，一年大概半年多在中国呀宣教，他打呼噜打得很响，我们也睡不着觉。第二天阮志明就走了，说你在这忍受吧，我不忍受了，他就回去了。结果我在那儿，这个我每天跟他谈呢，他就发现我里边有领袖的潜质。他就说：“伯利，这个将来上帝用你做大事的。”哎呀，我说乱讲，我说你这个，我说我所有的人都说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就毕业了，到找个杂志社做个小记者、小编辑就完了。我本来是搞文字的，这个没关系。他不会，上帝用你做大事，很多人会因为你信主得救。我说不可能吧，怎么会呢？他就发现了我，然后每一天就在房间里跟我谈，说晚上我们俩是不睡觉的，因为睡觉他也打呼噜，我也睡不着，所以我也不让他睡，我们俩就谈谈谈谈到天亮。一聚会，那是滕进辉牧师讲道，王有信牧师讲道，啊，几个都大讲员，他们一讲道我就睡觉。然后滕进辉牧师就问我说：“伯利，我讲道讲的好不好？”我说：“好啊。”他说：“好，你怎么睡觉呢？”他就原来发现了你睡觉，你在你睡觉我也发现了。我告诉你，我不讲你而已。我哪天问你我讲到怎么样，你一定会说：“哎，不错不错。”我说：“你怎么睡觉呢？”所以很有意思。那个时候他发现我，后来他就把我带到了他的机构。他在中国福音会，他是中国福音会的主席，我就成为他的同工3年。我进入他的，我在他家里边住了大概有1年的时间。那时候没有钱，也没有地方住。我们都凭着信心生活。我到了，从芝加哥到了洛杉矶以后，我们就住在他的家里边，住在他家里边。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同吃同住，同吃同住，一起祷告，感谢主。那么我这个案例的时候，我神学院毕业了，我案例的时候，他来了给我做了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我至今都不会忘记。前几年他得癌症被主接走了，我飞过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唐从容牧师在。特意从印度尼西亚飞过来讲了一句话，他说江德森赵天牧师他所做的事情，关于中国的三化意象，他的意象是什么？中国福音化，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这三化意象，这真的是神在中国的最美的旨意，是被他看见了，所以他一生做这在中国里边，进在中国里边。据说他一谈起中国的时候，他会忘乎所以的。有一人给他理发，一个美国人给他理发，他讲到中国的时候就忘记人家理发，就转过来跟人家说，人家没法给他理发，人家拿着剪子就听他讲，讲完了突然那边祷告会开始了，他啪就跑到祷告会，剪一半就跑祷告会去了。他可以这样被中国的意象所吸引的一个人，这是个领袖的人物，他培养了一批的领袖，一批的领袖。现在他带出来这批人，我们都在北美都做了主任牧师了，有的是做了神学教授了，有的做机构很重要的机构，都是他的学生，巴布富，徐志秋，志秋，这个两个秋嘛，还有我 Sam， 那么这一批人被神所拣选所用，感谢主。所以赵牧师他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我们需要人发现我们的潜质。做一个领袖需要有人来带领你，用他在主里边的深深的追求，他的品格，圣灵里的看见，包括我们自己的盲点，他也会看得到，他带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发现我们，有人栽培我们，有人肯花心血在我们身上，有人在我们做错的时候来坚固我们。我们很多的传道人或者教会的领袖在做一些事工，有人做做就软弱下来了，那个时候需要有我们的领袖来坚固我们，他像父亲一样的爱我们，教导我们，在我们最最灰心的时候能够拖住我们，让我们这时候不至于滑跤，能够走下去，走下去。我们很多的人在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危机的时候，危机上的最需要的一个人伴随他，这个人可能是你的老师，是你属灵的同伴。所以一个基督徒最重要，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你们可以无话不谈，你们什么软弱都可以说的，
你可以什么样的软弱都可以对他敞开心扉，啊，你就会觉得你不孤独了。我跟你讲的，这个做教会的领袖啊，做得越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越孤独啊。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属灵状态越来越高了，发现跟普通的会友没法说有些话，你知道吗？跟不信主人更说不明白。你像我们现在做长老做了好多年的人，你发现世界上不信主人的朋友都找不着啊，他所有的朋友都是基督徒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可以敞开心扉来谈我们软弱的人。我们都是人，我们服侍主，我们也是人，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有一些的软弱，会有一些的这个灰心，这是我们需要有领袖们在这时候来帮助我们走过这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必须有作为领袖的，我们必须有几点。Bill Hybel 他讲的几点很有重要，必须你有影响别人的特质，你有影响力啊。你作为领袖最重要就是影响力。什么叫做领袖？领袖是别人不明白的时候你明白啊，别人不知道该怎么走你知道怎么走，这就是领袖。我在广场的时候别人不知道该怎么走，我就是怎么走，所以我就给推成领袖了，你知道吗？就这么简单啊，没什么。那么多成百万的学生啊，大家说往哪去，大家你看我看你，我就走了，我说跟我来也行了，这是领袖。什么叫领袖？这就成了。所以你必须有影响力，影响力啊。第二，你必须有良好的品行，你的诚实、谦卑、稳重、爱心、正直能够影响其他的人啊，其他人所以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广场的时候，下瓢泼大雨，大家讲话，那些领袖们在上面讲话都旁边人给撑着伞啊，给撑着伞。那大家都在雨中淋着，你撑着伞，大家看着你像什么样子，对不对？结果我讲话的时候，那个又给我撑伞来了，我把他推开了。只要有一个人淋雨，我就跟你们一起淋，哇，大家哇哇鼓掌。你看领袖出来了，这个品行很重要。你要做领袖，你必须敢于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啊。我们必须要付出别人不愿意付出的时间。我们在教会里做执事的同工们，你看最先来最后走，最先来最后走。我们把饭食端给大家，大家吃完了走了，我们要收拾干净。我每次看到那些执事同工们啊，像昭勋他们这个每次在那擦的时候，我心里都充满了感动。要结束了大家都走了聊天呢，他们在那里把我打扫得一干二净，把我们的卫生打扫好，否则学校里也不让嘛，对不对？我们的领袖们就是要这样做。卸车的时候，每天大家开了车来了，我看都是我们的领袖同工在卸。这领袖们年纪有的都不小了，也都比我们很多年轻人在睡懒觉，来聚会了，今儿开始唱歌了，我们才进来，对不对？你看在之前一个多小时，就很多领袖们在这里服侍着一切，把儿童的东西塞大不好，把教堂这个塞大不好，把这后边的一切的音响塞大不好，然后卸车装车。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堂嘛，我们需要很多的劳动。都是教会的长职同工在做，非常感谢主。我们教会的领袖真的是做了榜样，在建堂奉献上，教会的领袖的奉献，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的奉献，占我们整个教会的奉献50%以上，他们的收入难道都比我们高吗？不一定，但是他们真的是对我们，有爱心，对上帝有忠心，这是教会的领袖的特质。那么领袖也要有进取心。领袖进去，一个领袖要不断的装备自己，不断装备，不仅有神的话啊，也要懂得神学的知识，神学的知识，我们了解神学，我们更清楚来解释圣经，更清楚知识。最后一项的特质，比如海宝认为是才智，才智，他认为这个才智不是 SAT 考的成绩，那个测验，也不是常青藤拿的毕业证书，不是的。他认为这个才智是我们在处理问题中的机智和果敢，包括能力、领悟力、见识、资讯评估的能力，或者是还有这种协调的能力，这是我们做领袖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感谢主。那第三点，我们看到领袖的权柄和责任。我们知道权柄的源头，教会的权柄来自于哪里？弟兄姊妹告诉我，来自你职务高吗？不是的，教会职务越高，你越是仆人。教会的管理方式跟世界完全相反的，世界的管理方式是权力越高，我讲的话的力量越大，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讲话最力量最大谁呀？奥巴马嘛，对不对？权力最高，总统嘛，他为什么讲话权力大？因为你选的了，
你把他选出来，他当然就要讲话了，对不对？奥巴马下面呢，那当然我们知道有部长，各个州有州长，这个都是有权力的。他们靠什么？各个公司有总裁，这些总裁靠什么？他的管理方式跟教会完全不同。这些总裁有权力决定你有没有饭吃，有权力你有没有工作做。你不喜欢我 fire 你 lay off 你，对不对？教会不能，教会的领袖跟事业管理方式完全不是用金钱的或者这些东西，是完全用他的品格和他服侍主的那种忠心来得到弟兄姊妹的认同。所以教会的权柄在耶稣基督。耶稣，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对不对？18节到20节看得很清楚，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有权柄。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上帝施行了救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成就了救恩，建立了教会。为此，教会的权柄是从基督而来，不是人而来的。我们虽然我们弟兄姊妹选举了我们的领袖，可是这个权柄不是我们给的，是神给的。那么神让我们来选举的意思，让我们来参与上帝的事工，参与上帝的事工。所以教会主要的组织的架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了什么呢？以弗所说，为了成全圣徒，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是教会的权柄的来源。所以教会的责任呢，首先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说，做教会的领袖首先是仆人，是仆人。你要做领袖吗？那你要先做好仆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在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了一段话。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知道啊，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外邦人什么意思啊？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是以君王来治理他们，有大臣这些部长们操权管束他们。这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这是指他的门徒了，对不对？在教会里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须做你们的佣人，谁愿意为首，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这是耶稣的教导。那耶稣说很清楚，正如我来了，人子来乃是为了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是教会的领袖的原则。我们要做领袖，首先做仆人，而且要效法基督，为了服侍人，为人舍命。耶稣做了多人的赎价，我们可以做多人的帮助。所以这是教会的领袖第一点，领袖的是仆人性的。第二个，做榜样式的而非辖制式的。彼得前书5章1到5节，彼得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这是指他的彼得这句话，就是我是一个受苦的见证人，我是一个要将来跟你们一起来同享基督荣耀的人。我来对你们说，说什么呢？劝你们中间和我一同做长老的人，因为那时候长老已经很多了，各个牧区都有长老了。所以彼得说，你们怎么办呢？你们务要务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然后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管你们这些人，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有一天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做教会领袖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不期待得到什么，我们也不期待得到你的赞扬，也不期待得到金钱的好处。我们期待有一天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得到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这是基督徒的领袖所追求的，这是追求的。所以这是第二点，做榜样而不是辖制。所以我们做领袖的，要对弟兄姊妹要耐心温柔有爱心，而不是吆五喝六的管来管去的。我们做教会领袖不是这样做的，而且我们还要做仆人，
你要做的越大，你越谦卑，越谦卑，越谦卑。所以这是整个圣经，我们看到对我们的教导啊，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从这个教导看到，当初代的教会执事们选出来以后，这些执事，这几个执事真的是不得了。除了尼格拉，后来尼格拉成了尼格拉一党的人，他有了异端。那么这里边这个尼格拉执事后来出现了异端。那么但是在其他的执事，尤其在斯蒂凡和菲利的身上，我们看到圣灵的大能。那么下礼拜我会讲到斯蒂凡，在整个新约教会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教会的领袖，我们讲到斯蒂凡。所以我们知道，当拣选了这些人，他们首先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了，他拣选的有斯蒂凡。斯蒂凡是什么样一种人呢？是被圣灵充满的大有信心的人，斯蒂凡。斯蒂凡在教会的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且斯蒂凡的讲道也讲了教会历史上圣经中第一篇最长的一篇道，是斯蒂凡讲的。他把以色列的历史都回顾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一篇道，所以他后来被为主殉道了。因为斯蒂凡为主殉道，保罗在那时候看到了一个见证，后来神拣选了保罗。那我们知道，后来这里边神也拣选了腓力。这个腓力啊，这个名字啊，它翻译成腓是力，胜利的力。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不是《使徒行传》，使徒里边十二使徒里有个叫腓力，是力量的力。其实这两个人的名字，希腊那个希伯来的名字是一样的，英文翻译是一样的。可是我们中文为了给它区别，一个是用了力量的力，一个用了胜利的力。这个腓力，腓力后来是传福音的执事。我们知道腓力是建造了教会，他被逼迫以后，他开始跑出去，开始建立教会，而且在路上向那个大太监传福音，就给太监施洗了。腓力后来生了四个女儿，这四个女儿都是先知性的人物，都是传福音大有能力的，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家庭都有很美的见证，当然其他的执事我就不介绍了。但是我们从这执事看到，看到教会。当有了这些执事的时候，教会管理就有声有色，教会那时候开始被管理起来。而且那时候那些使徒们，就是这些长老们，也开始丢下了这些管理范事的琐事，他们专心的祈祷传道，开始去传讲道。所以这个教会就越来越有秩序，越来越秩序，所以圣经说怎么样，神的道第七节就兴旺起来了。看到没有，一个好的管理方式非常的重要。一个好的教会管理，我们从教会到我们的牧区到我们的小组都需要管理，都需要管理，都需要兴起一批领袖来，愿意来承担管理的责任。而且这些领袖都谦卑柔顺，顺服着基督的引导，顺服着圣灵的带领，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所以教会不单是一个机构，教会也是一个有机体。因此教会应该像身体一样，有不同的肢体和器官，有不同的肢体器官。所以我们各按其职，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上，我们都能成为美的见证。所以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恩赐为主所用啊。我常常说，你的恩赐如果不被神所用，有一天就没了，没了，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爱唱歌，你就应该参加敬拜赞美团来赞美神，对不对？你要不被神用，有一天你70岁了，唱不动了，气儿不够了，你知道吗？想唱也出不来了。就像我那天在布道的时候带他们唱回应诗歌，过去我回应诗歌都唱得不错，那天我一唱滋儿出了一个贼音，我也不敢张嘴了，底下笑得一塌糊涂，底下大家都笑我，这还是怎么呼召了，大家都弄得都笑起来了，没声出不来。哎呀，那时候真的难过，真的难过。后来我就呼召了，也不唱了。我一呼召，好多人走到前面，那是神怜悯了我，怜悯了我们。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教会。我们在教会里边可以兴旺福音，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可以被建造起来，我们恩赐被神使用出来，我们也自己在服侍主的过程中，生命成长，我们与主越来越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越来越明白我们的救恩，我们越来实践我们的救恩。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样式，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神使用我们，拣选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今天希望我的声音能行啊！主啊，我算什么？
这首诗歌写得好，小敏姐妹写的这首诗歌是：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为你唱一首歌。他非常明白救恩，我们过去死在罪犯罪恶过犯当中，神让我们活过来，神不仅让我们活过来，神拣选了我们，这是唱给中国教会领袖的一首诗歌。我们来让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祝福，来起立，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诗歌，活动一下。主啊，我算什么？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大风浪从这，逼迫总走着，你爱我，保护我，一直引导我，没像断线的风筝，没像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声充满每一个角落。主啊，我算什么？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大风浪从着，逼迫总走着，你爱我，保护我，一直引导我，没像断线的风筝，没像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算什么呢？你竟拣选了我们。过去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不认识你，主啊，我们主啊背逆了你。今天主啊，你拣选了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说你拣选的每一个教会的领袖。主啊，用圣灵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爱来包裹我们。主，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遇到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压力，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从你那里支取力量。主啊，当我们流泪的时候，你为我们擦干；当我们遇到困难软弱的时候，你来坚固我们。主啊，你也保守了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保守我们服事的每一段的时间，每一段的岁月。主啊，求你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教会的领袖。主，让我们更加的有爱心，更按照你的心意来牧养羊群，
主啊，把这些羊群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是你的羊。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来保守教会的每一个小组的领袖与我们同在。主，在牧养小组的时候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和耐心。主啊，也祝福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教会的领袖来配合，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也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求你来在中国拣选一批优秀的领袖来带领你的教会，拣选一群忠心的领袖来带领你的教会。感谢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